只看 BMI 控制体重，小心成为泡芙族。小青，你不吃饭减肥，吃蛋糕，我 BMI 可正常的。你这个叫泡芙族。国务院最新研究收集894人男女各半20到26岁的年轻人来研究 BMI 与体脂肪的关系哦。BMI 值以24为限，体脂率则是男性以24%，女性以31.4%为限。过胖容易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。以 BMI 值来看，女性不到10%，男性则有2/3过重。但若以体脂率来看，女性超标就占2/7，反高过男性啊。所以这意思是用体重来算 BMI 是不准的吗？嗯，你看像你们这种 BMI 正常的瘦瘦女，有30%体脂率过高，肚子都一圈肥油，隐形肥胖，可怕哎！怎样降低体脂率？要少油、少盐、少糖，每周运动5天，每次半小时的有氧运动。若要更精准的知道体脂率，快去搞台体脂计吧。